很大，但是它的货色很齐全，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外面看不到的。香味还有这种金华的味道，啊，辣味。聊很久，把他像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不要说你来了，东西买一买走了，我就不管你。有时候你请教他怎么料理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新的食材，他们会主动教我们，会让我们觉得，哎，我们自己来市场，不仅是好像只有买菜，其实你还有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。你来到这市场，你不只是买东西而已，跟他们也像是朋友一样。养家呢，今年为哈，下一代如果有传承到父母亲的那个敬业精神哦，一定不会淘汰。价钱公道哦，价钱有稍微比别的市场高一点，但是你的东西如果好吃的话，他们一定还是会到这边来。